开始在考试，又83年，1994年。张宇出来这首歌，张宇本来是一个在台中的民歌舞唱歌的一个，他跟他的太太叫十一啦，对，他本来就是男女朋友，一个写词一个作曲，琴瑟和鸣的，哎，对，可以用这种比喻吗？哎，可以啊，终于用对成语，还有不是激情相吻，有意爱的，再来吗？然后呢，他出了这张专辑之后爆红。其实这首歌还没有那个上市的时候，已经在流传在那个什么很多的那个一些名人啊，他们已经开始在唱了。那时候就因为是这样子的话，这首歌一推出来的时候，整个爆红，说卖了749万张。没事，好，继续吗？79万张。没有了，我也不知道，那很红啊，那时候。对，不过真正卖，不过真正哦，像现在讲真的，像现在那个专辑啊，哦一哦好，阿弥陀佛，希望大家平安 ，OK 好。像甚至现在专辑，我们就比如说卖5000张，卖8000张，就在办庆功宴了。陈淑桦那张《梦醒时分》，卖破100万张，在台湾破100万，好吧，就是那。那就真的是很可怕的数字，然后他就把他开的那个 band 还是 BMW 的账就去送给宣传人员，对，或者这件事情还上报纸，我不会骗你们，可以去查陈淑桦《梦醒时分》专辑，应该还会找到这条新闻。台湾人有华人社区举办的，像美国或者是亚洲、东南亚都还不算在里面。好，用心良苦，良苦，良苦。我的心事决裂。